冷，就是冻腿上。但是这台里面不冷，就是外边冷。然后感觉空气有点干。但发现你的粉丝都特别安静，就是他们会就不是很就不是很疯狂，但是就因为是矜持啊。对，就是我的性格很矜持，所以他们也很矜持。他是跟你们其实一个类型的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我觉得他很和善，而且他唱歌很，他的声音很特殊，很好听。现场跟大家互动了四首歌，我觉得特别满足，就是觉得特别幸福，在新年的头一天就能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对，啊，我是从科幻那边过来的，有很多人都是就是从那个北京啊特别远的地方过来的。有欢快的歌，也有我刚推出的新歌《好好过》，所以有很多的寓意想要通过这些歌曲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在来年或者是未来的日子里都可以过非常幸福。然后非常开心的日子，可以好好的过每一天。